黄昏一袂凉，陪你世上受创伤。感情已成重，痛入心底，待相逢。是我的苦衷，将你的痴心。在雪花中，等你回头的路上，伴阮的伤心事坚强。啊，风若对恁唱，雨会对你讲，有人在等，有人在等，用目屎等阿龙。心若为你痛，人就讲阮戆。心爱，请你原谅，请你着保重。不愿再会，总是在梦中。再会，总是在梦中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天上的代理总裁啊！以后，恁就用甲同款，大大方方进出天上大楼。咱做的生意，嘛免鬼鬼祟祟。是，恭喜，恭喜！是。别讲。安怎？听到消息，知影我要做天上的代理总裁，来拿恭喜的哦。你实在真急性呢，骨卡碎说出来。我是阿龙的老母，我坐这个大位，有啥敢讲话啊？我本来想讲。你要亲像西太后，垂帘听政。原来你是要做武则天哦！我问你，阿龙人呢？我唔知。伊明明就讲要来找你，你佫讲唔知影？伊是有来找我，尾后就走，我明仔载伊就倒。你咧骗笑的啊！你甲控制条条，伊人咧倒，你也唔知。是唔是随在你啦？紧甲阿龙交出来好不好？阿芳啊，你是阿龙的母呢，翁白袂条，你颠倒来找我这个大家土人，世间敢有这种道理？你连家己的亲生囝都敢害啊！你唔那是一尾大刀头，还是一只乌蜘蛛嘞？当你是的，阿这个大心大命，何里袂怕呢？恁两个唔通伤假笑吼，伊若无我，恁歹看。哼，这歹看啥的啦？警察，好，来你打。搜索便利店。黑平啊，你拄好听吼，这查某甲我强奸咯，你到时要甲我做证。白讲，原来有警察在做靠山，你怎敢安尼大细声？我当然嘛靠警察。要不我行迄路的人，就要甲我暗杀啦嘞！哎呀，这个金竹甲枪一定有物件。多谢小队长，你先走，只我处理就好。嗯。阿爸。嗯。那你阿龙？不要紧啦，启明会处理，咱出来，咱出来。打个手枪下。
迄边啊，还有找到啥物件？是啊，你敢有找到阿龙甲伊诺去啥？是有抄一寡白粉，也毋过拢遐细汉的胆气啊。迄个杨素清，家门啥拢讲毋知影，阿龙甲伊诺去啥，毋知因藏去倒去。那你拢找到？那你是要安怎？哎，这个杨素清哦，是一只老狐狸精。迄边啊。 你遐派人，二四小时甲监视哦，条。有啦，阮即摆从派人伫遐监视，伊毋过迄栋大楼几啊百户，我咧想，阿龙甲伊拢去送，敢毋关系其中一户？无可能啦！伊若叫关伫遐吼，破旧名规栋大楼，拢毋都听着。伊连是叫在几块平平的所在。张先生啊，你今日有巧，有理。 搞到情况啊，一倒位才是较偏僻的所在。餐厅哦，真久无人用的仓库。哦，啊，间仓库在倒？我唔知。你唔知？你嘴也未开，恁爸甲你看到哪有滴啊？你去啊啦！你讲啦，看在倒啦，这人民关底呢？张宗信，你就紧讲啊！ 阿爸，我若讲哦，你免甲我骂哦。袂，我袂甲你骂。啊，你若毋紧讲，恁爸爸互你死哦。我伫阿金遐有看到伊诺去啦。嗯。啊，迄个时阵哦，伊脚受伤，伫流血。你来去遐？嗯。我就听到伊诺去甲阿爸讲话，讲要对付阿金，我是走去看老爹啦。啊，哪会知影煞去互掠起来？ 是因啦，一定是你出卖伊诺去啊！对不？领导，紧出来！啊，不过我唔知影是毋是顶边我去用关迄间呢？行啦！天地。 紧，紧嘞！免拜托啦，我来就是要来帮恁出去的啊。收息嘞！哎，我变哪有收息啦？啊，别个医生有教我开锁，提夹吧，我来试看卖。 是你妈咪要关起来，我若是放伊出去，我是要来甲你妈咪交代。啊，你袂晓甲我妈咪讲，是我叫你放的，开门啦！Sandy，你若这么天真啊，你怎么紧转去？我当初你无来，要是让你妈咪知影你来这逃棒啦，你就惨。袂啦，我真唔惊嘞。
你即马甲我开门哦，啊若无吼，我歹转去啦。紧开门啊！紧呢，紧开门啊！开门啊！哥，说，哥，说，司令，司令。爹头前，做对，你唔通怪我无带着恁老爸，甲你向遐讲。喂，喂，大爷，伊拢去因走去啊？啥？姐，伊拢去因走去啊？赶紧给人撩倒来啊！是。别走对去。
阿爸，阿妈知影哦，这款袂假啊啦。阿爸，阿龙啊，阿龙，阿爸，出阵，代志要要求你。我跟你讲。 忠兴啊，卡萨卡里的温暖啊，你该放我回去，来该解卡。阿爸，阿爸爸真不愿意，阿爸，我答应你。忠兴啊。 阿爸，阿爸跟你讲的话，你会记得哦。天将，不能小心啊！好啦，阿爸，阿爸。 伊叫云龙去，阮伫咧半路相拄着，第二个伊，阮开前拍死啊！什么？啊，你代志毋都大条啊！白狗，阿龙伊无代志，拢是阿龙害的。伊若是无要反抗，咱就袂吃拼。还得林叔咧，你有想到解决无？ 脚手无够，走你都袂歹啊！白狗，你是办什么代志啊？那安尼，警方唔就随替来啊？ 阿龙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紧讲啊！
已经完全想起过去代志。你是我，我是你后生阿东。爸，爸。放心，我爸不是有你的爸，你干嘛信这个？妈，你还讲？放心，你还想创啥啦？你哪不是他是我阿爸养生的？我阿爸不是有你这样的阿爸，你干嘛这个样？放心，放心，你别回来了，你那爸哪会上上下头？你兄弟就伫个宁静安尼冤家，你安尼怎敢调？相信兄弟啊，是。还是小弟，对今日开始，小弟跟小佬受不了你，你敢不出去啊？出去！放弃啊！你出去！姐，你放弃我！老总裁，让我来讲啊，因为游素卿阿走伊拢去送，所以阿龙唔得想要去偷啦。谁知影第二嘛去用阿走，小队长伊唔得招我到伊想要去救人，谁知影互因发现，阮两边的人才拼起来，小队长。对伊就喜欢打死，想袂到，想袂到，用心计较
苏青跳破的假面膜，却是来牺牲我一个副将帅。我为你这个代价未免太过大，多少对不住你，杨素清。我老金河那不休息的，我死不为人。到底什么原因，我唔知影。也毋过确实有人看到老金虎出现伫地沟爷面前，老金虎伊无死。哪会安尼？既然伊无死，是安怎要骗大家讲已经死啊？我只只老虎，到底是变什么吧？你才去报一个叫老金虎啊，老金虎，你这只老虎哩，想袂到你食老，愈来愈甘巧。我三十年前对你无法，三十年我竟然搁摆在你的手头。姐。现在要安怎？别紧张，即马警方伫咧追查咱的下落，老金妈嘛袂放咱煞，先点点啊看一下风势，再搁讲。身体顾好啊，啊，唔少都抓迄杨素清替高英仔报仇啊！我来讲话有理，我都会勇勇强强，我来叫这个杨素清来替高英报仇。出乎我，我愿意为阮阿母来受所有的罪孽。阿龙啊，个人的罪孽个人担，搁再讲恁阿母所做的罪孽，你敢担得起？阿公，阮阿母伊害死高爷啊！我嘛感觉真搞笑，阿公拜托你，你一定要出乎我，阿若无，我心内我真艰苦。一边是死你的老母，一边是请你的老爸，我知你夹在中间真艰苦。阿公看你安尼艰苦，妈对你真艰苦，你知无？你起来。阿婆，
其实我即摆，我无这个面来面对大家，我唔知要哪做。阿公，请你教我好无？阿龙，郭威也是你的老爸，你的老爸郭勋，你这个做好男的人，应该按照风俗礼俗。将个后事一层一层甲办落好就好。这我拢知影，啊，不过我实在无迄个面，来去面对美琪阿母。恁美琪阿母是一个理解错人，我相信伊要将怨恨恁老母分，来怨伫你个身上。也毋过阿龙。高爷万寿，阿公一定都爱退一步。阿龙，你坦白甲阿公讲，我若报恁阿爸万寿，将恁老母抓起来，你愿让阿公无？阿公知影你真为难，我嘛真为难。杨素卿虽然是害死我的囝婿袁秀郎，也毋过是你的亲老母，也你嘛是我的亲孙，我若是杀恁老母，我对你袂当过；也我若无杀恁老母，我对我的查某囝秘籍也袂安怎交代。阿母，做遐尔侪伤天害理的代志，我要了迄个面来叫阿公来原谅。我开始骂阿公，干脆了阮阿母，请你回去接受法律的制裁，好不？接受法律的制裁，阿公，阮阿母虽然该死。我伊种亲生阿母，你也是大意。我是咪难免是怨恨，阿母怪你如果对你不好，即摆冤冤交，是不到什么时阵才会当结束？不如回接受法律制裁，好法律来结束这一切冤冤交缠，好不？烧酒，我上较爱甲你赌，常常对你讲，我足爱安尼傻傻念的，我即摆无爱念你啊。
就倒伫这里来饮啦。阿爸。忠心来应酬就好啊，啊，不过我下班辛苦，我们应该替阿爸收礼啊。不免啦，你都有心伫咧，你都只安尼上对啊吼。你那爸心吼，袂当过啦，啊，你休困。阿爸遐，安来转来？新梅转来啊！阿母讲，伊嫌阮三个人住着好啊，叫请倒来休困。啊，阿母，阿爸伊遮酒量，也是因为讲，阮老母伊甲阿爸，伊甲阿爸害死啊，所以。袂啦，要你甲阿母。是真正体谅我有心，才叫我倒来好困的呀。你想安怎？是啊，我毋是变难想啦，啊都。喂，阿老。哦，启明啊，你找我什么代志？启明，根本是是疗伤啊。无啦，啊！阮伫遮守几工，也无看到啥物人转来。不咧，找我是有啥代志啊？我是有代志要甲你讲，我有去病院看去耳朵去送，一定精神啊！耳朵精神啊？好，我去看伊好不？明仔载咱到到底去看伊，我著派人伫遐保护伊，你放心。好啦，我好啦，多谢。启明讲啥？伊拢非常精神啊！我想找一天啊，咱来看伊啦。好啊，那
安静心啊，就表示讲无代志啊。不过这是无代志啦，啊，不过若不会做起，就要归一条啊。尤丽莎，阿龙来看你。阿龙。猪木さん。あら、礼を言わないとな。もしお前が助けてくれなかったら、今頃俺は消されてるだろう。猪木さんが理性同士、なんち利益求民吼、伊即马可能已经叫我们台死。你唔通安尼讲啦，猪木さん，我无甲你害到安尼，我原来回失的，都已经真惨死啊！你莫甲我说多谢。お前と母親は関係ない。お前の母親がやったことだ。お前責任はない。恁老母是恁老母，你是你。伊诺基桑袂甲恁老母做嘅代志，怪你嘅头壳顶。不管怎讲，我嘛写条后母来甲你回信的。伊诺基桑，请你原谅我。母親の代わりに謝ります。アラン、何やってんだ。俺とお前は親友だろう。そんなことはやめてくれ。伊诺基桑讲吼。你若会把伊当作是你的好朋友，你都唔通再客气。刘先生，阿罗，我想伊刘先生嘛忝啊，你上去休困。关于你阿母案件，我有一挂问题想要请教。刘先生，我先休困一下。我跟凯文讨论一挂代志，阿那袂用，我先过来看你。我看到。阿兰も辛いだろうな。トゥルダイタイが母親だろうって。白狗讲，这边解决地沟仪，恁两个功劳上大。是啊，这是阮应该做的。真好，表现啊真好，我会好好奖励你。也毋过，是啊，是安怎样？地沟仪是退休的刑警，这条案件警方在注意，一定想要把凶手找到。你讲，这件代志是要安怎收山？是啊，这你免烦恼啦，代志是阮做的啦，阮自然会去投案啦，绝对袂去牵拖到你啦。好，你对我这么虚张，你放心，我会找上好的律师替恁辩护，把恁的罪判到上轻。另外，一个人2000万，给恁做安家费。多谢你。老金好，今麦有人替我担罪啊！你敢还有我的法度？金老三，玫瑰が来ました。玫瑰？猪木さん。玫瑰。いや、通訳いらないみたいですので、私は失礼します。我在这里。我在住院病患的名单上看到你的名字，又看到你门口有便衣警察的站岗，我就在猜这个 Inoki 是不是你。我被杜太太抓去，差一点死掉了。是不是我爸出卖你，所以杜太太找你算账？玫瑰，我跟你讲，即使我是国际刑警。我一直在查杜太太的犯罪资料，她已经知道我的身份。再会，被她抓起来。你说你是国际刑警啊？玫瑰，对不起，我没告诉你
还利用你帮我调查，我害你挨了一枪。那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，你不用觉得抱歉。玫瑰，工作上我骗你，但是感情上我真的很喜欢你。真的吗？你不是一直在利用我调查我爸，你怎么会真的喜欢我？玫瑰，我刚开始我只是想利用你调查你的父亲，但是我后来真的爱上你。真的？那你什么时候开始爱上我的？钟声要把你送给我的时候，我就想你对他那么尊敬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？这么说来，你是因为同情我才爱上我的？不，我觉得你很尊敬，你一定会是个好亲人、好太太。好太太，你是国际刑警，我是毒枭的女儿，再怎么样，我也不可能变成你的好太太。玫瑰，我们做不成夫妻，可以做好朋友。好朋友？我们本来就是好朋友啊。玫瑰，我可以帮你一下吗？渐来也渐没